哎，王总，是我呀，小肠。对，不是脆皮小肠。啊，长远，对，今天咱们不约好了签合同吗？啊，您什么时候过来？你干嘛呢？老板，我联系业务呢。联系什么业务？联系业务？你怎么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呢？那这不是正事儿吗？联系业务是正事儿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告诉你什么是正事儿啊。看见没有啊？拜风水羊才是正事儿。不是。保佑啊，保佑保佑啊。啊。老板啊，啊，人家都拜个仙儿啊神的，你干嘛拜个羊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羊就是我的恩人，没有羊就没有我现在的我。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我路过一个彩票店，我把兜里仅存的那2块钱拿出来，我就在考虑我倒不要买个彩票。正当我犹豫的时候，一只羊冲我买，我就买了。就这样挣的钱创办了这家公司。你说羊是不是我的恩人？是是是。我不让你请一个风水大师给这羊开光吗？人呢？不是，老板，那现在哪有大师，根本找不着。我不管啊，你答应我了，今儿你要不把大师找来，你就给我卷铺盖卷滚蛋。哎，不是，老板快点啊。老板，咱商量商量。没商量。老板，不是你这我哪儿？你好，谁点的外卖？你嚷嚷什么？小点声！你有病吧你？说话！谁点的外卖？肘子盖饭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。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不好使，我摁半天了，是不是？再说，你看，你别生气啊，今天正好赶上我们店庆，来送你小礼物，灰太狼，喜欢不？你早说，我不就好好跟你发脾气了吗？小常。啊，我没吓唬你啊，大师不来你就赶紧给我走人。哎，别别别，老板你别生气，那大师这，哎，老板，大师我找着了。什么什么玩意儿？哥们儿，你帮我一忙，你帮我演个大师行吗？不是，你赶紧把账给我结了，我下边还有十多家等着我送。你帮我这忙，你要不帮我这忙，我就不结账。不是，我也我去你们餐厅投诉你啊！你赶紧准备一下啊！不是我不会装大师，你那大师有什么不会？你看没看过《西游记》？看过呀，每年暑假不都放吗？对呀。你就按里面神仙那么演啊！快准备一下啊！不行，大哥，投诉你啊！投诉，大哥，你这不逼我？哎呀，装大师！这能行吗？这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你别说，还真有点那意思啊！不是，麻烦我问一下，你桌上摆那东西贵不贵？这我们公司哪有便宜东西啊？赔不起啊！什么赔不起？《西游记》啊！行，西游记，记住了啊！行，《西游记》那个大师，有失远迎，住嘴！你这泼猴，你这泼猴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不是，干嘛去啊？不是我，大师，我知道了，你生气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怪我没有亲自来迎接您？啊、不是，也不是，就是主要下边还有十多家等着我去送、送祝福、开光。哎呀，大师那么忙，来来来，坐一坐，坐一坐，来坐一坐，来，大师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大师从哪儿来啊？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，往西方取经而去，路过贵宝地，还望发放通关文牒，赶紧把单给我结了。我大师说话多逗啊！大师说话那是逗吗？啊，那是深奥，懂不懂啊？大师，你是主要研究什么的呀？外卖，易经。
哦，是外卖易经大师是吧？对对。不行，我装不下去，我得走。这投诉。投诉。那个大师法号叫投诉。哦，是研究外卖易经的投诉大师是吧？对对对。你跟这嬉皮笑脸干什么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去赶紧给大师倒杯水去。哎，好好好。大师您看啊，这个易经是不是很需要功夫啊？是，易经非常难，但在我看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，四个字就可以总结。好、啊、不是大师啊，您这说话不能太深奥了，我理解不了，我毕竟是个凡人。是，你是挺凡人。啊，是是，就是四个字，就是勤劳致富就能解、啊、那勤是怎么讲啊？勤就是你得勤快嘛。啊，你打个比方说啊，别人一天送十份外卖，你就得送20份，对不对？你东西送的多，你提成才能上去，奖金才能高，你得勤快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个劳呢？劳你得能吃苦耐劳啊。你打个比方说，别人点十份肘子，让你给送到16楼，没有电梯，你送不送？你不能让人家自己下来拿，你让人自己下来拿，人就生气，对对，投诉差评，是就全上了。哦，对对对，非常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，是吧？那后面那两个字呢？你前面两个字做好，后边两个字就更容易理解，勤劳自然就致富了嘛。对，太对了，是吧？小肠，哎，你怎么就知道大师倒水？你快过来跟大师好好学习学习。是是是，来，大师您喝水啊。大师您看啊，我既然能把您请来给我这个风水羊开光，证明我多少也懂点啊。当然肯定没有您明白啊。这样，您能不能那个稍微的给我们指点指点，我这屋里的风水应该？你风水，你这屋没有风，嗯，水不行，有点烫。那个烫，大师说的多深奥、啊，这是五行啊，金木水火烫。你不懂你就不要在这儿瞎说好不好啊？五行是金木水火烫吗？五行是十勾圈 K 尖儿，这五个就行，少一张四张就出不去就不行。是，大师，您这样指点指点，您看我这屋里应该怎么摆摆，好不好？看看，你那个地方摆盆花，啊，要不然漏财。是，听见没有？赶紧给我摆盆花啊！桌上摆瓶醋，啊，